吃了算。我姥姥发的钱花太凶。哎呀，五点。来靠我打了一下才比才有机会对。侧身有一个好处，哎，你还可以发力，知道吗？你侧身的话，就打的球就会。那我刚才也发力了呀。发力，一球没进，就是还不够力，不够力的。你要打难的话，你还不够力。啊，你的点呢、啊？这刚刚那个球呢，很容易就打死了。但是如果两个人，他们两个在底线的时候，这个球就。啊，等一下。教学视频，打女子的教学视频。我也在等他那个
能说他能打会打的话，就发力，发力往上，发力把他的。哎呀哎呀，你打着啊！我他现在顶着挺好的。顶着球还顶得挺好的，我都拿不到。错了，我球压在一个很角的那个位置。那压得很角了。他现在顶着球都顶得不错。21-21，收点饭。不能够打发球的节奏，不能影响对手。那你可以调整呼吸啊。你们问，你们肯定要告诉你。好。啊，重新发两个吧。干吧，你光看谁的？没办法，他抢到了，到我这半个了。好，上回来，上回来。不断的引诱你，不断的引诱。完成我的拍数就得了。
一个球。Thank you.
小孩用头发。鞋底你要天经常打，基本上两个月就没用了。好，三二。
球。在三场练有。上天打到呢度啊，打到呢度，如果打到呢度就。推个蹦蹦，打个线往前打，免得推，免得打线往后。Thank you.
撑死他。今天老拉比较狠，加州刚回来的人比较。